快看那里，是航母游戏厅。难得的休假时间，我们一起进去玩一会儿吧。同意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哟吼吼，欢迎来到欢迎来到航母游戏厅。本店开设了全球最新的潜行游戏设备，这款设备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游戏场景。最重要的是，通关这款游戏还可以拿到神秘礼盒哟。哦，那新款游戏设备呢？在哪？在哪？我怎么没看见？这位顾客真是心急呢。跟我来，游戏设备就在这单独的房间里。好耶！那么现在，我就为你们展现本店的最新科技。看着这面镜子，来选择你们的虚拟形象吧。这是……欢迎来到支配剧场，这就是本店的最新游戏《风化神域》。千人律者，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哎呀，沙溢别这么重嘛！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厅店员而已，并没有要加害于你们的打算。但有一点，虽然这是游戏，却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什么？退出键竟然不见了？你发现了？现在你们的能力都被我没收了，需要通关整个游戏才能走出这剧场。而且如果团灭的话，就要重来了哟。打怪升级刷装备，你的套路过于老套。不讨喜的孩子。Game 得好几枚哟。这东西血量好高啊，根本打不动。要是在外面，我一个人能打十个。让我来，寸劲开天。哦，浮华对加尼萨使用了寸劲开天，效果拔群，加尼萨体力不支退场啦。什么？我们的能力不是被千人律者没收了吗？依我看来，千人律者拿走的应该是依靠崩坏能和圣痕支撑的能力。经过刚才的战斗，我发现身体机能还保存着。那这样的话，班长，你看那边有只落单的崩坏兽，它好像中暑了，不如我们把它……明白，寸劲，开天。这是，我感觉到我手中突然掌握了希望。各位来到最后的关卡，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到这里，但是我也很替你们感到悲伤，因为你们刚来到这里就又要回到起点了。难道你不知道反派都死于话多吗？让我来吧。入口吧，巨力伽罗。重装小兔 Ride on。小姐怎么也没办法使用控制律者的力量啦？因为你们的律者力量现在只属于我。可恶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提安娜，这个给你。这是极夜宝石。没错，现在我们这里或许只有你才能激发这宝石的全部力量。我坚定你的信念，相信大家的羁绊，抬起头继续前进吧， Kiana。 相信大家的羁绊，明白了，这里就交给我吧，因为我可是他们的光啊。哎呀，什么？不可能！我才是这个游戏的管理员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哼，游戏里出现 bug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只要多给点补偿，我们都会忘掉的。可恶，别太得意忘形了！我现在可是拥有五个律者的全能，五种全能！你能秒我？你能秒我？今天你要是能把拥有五种律者全能的我给秒了，我当场都说了，反派死于话多啦。
为什么？明明我是管理员，为什么还会输给你们？哎呀，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还不快把神秘礼盒给本小姐拿过来！给，这是你们的通关奖品，这是零食大礼包。阿姨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好吃的吧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吃什么呢？我要吃牙医的甜椒料理。德式是中华料理，听起来不错。我要喝苦瓜汁。中华料理配红酒，感觉会很不错。